受证找回自心，慈济菩萨道真正承担的开始。从今天开始，方向正确，行在菩萨道上啊，这就是发心立愿，在佛教里啊，菩萨方向。在哪里？是智慧的选择，不是呢一时的感动。不管我生生世世对师父行。卓梅玉种立第一颗种子，受证31年。早期慈善访视，关怀贫困，当时的几位志工渐渐年迈，道心依然坚固。以前无公车好坐吼，为着要收200块，包客运车500块去甲收转来。我感恩上人把我回收回来，好让我做这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人生吼，真的你不要白来一遭。刚刚目一个念，时间就来到现在，才甲了解到，什么叫做有可想，无可修。破乱盛行。台湾扎根，全球菩提林立，慈善人道援助爱的脚印，今年踏足满100个国家，其中62国已经有慈济人在地生根。时间过程很快，我要好好把握时间。暑期回来是很勉强的，就是拉了自己的生命，非走不可。不浪费一秒钟，哇啦！就是爱做五楼音。曾经的迷茫，因为相遇在此际，逐渐拨云见日，共同携手打造净土在人间。台视新闻消息记者李建宽、柯信智，桃园报道。